吴，今天跟着阿吴放过去，带大家来到2022新北欢乐耶诞城。在我身后是今年的主题耶诞树野宝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耶诞城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吧。这里边真的很冷，在这里边真的很冷哦。拍照限时1分钟，就尽量把握时间喽。